鲁中腹地淄博，南依太夷山麓，北濒九曲黄河。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丰富的物产，使这里成为齐文化发祥地。绵延千年的工商文明城市积淀，熏陶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成就了这座城市大气包容的气质和宽厚温暖的城市气息。同包罗万象的美食一起，构成这座城市温暖可亲的烟火气。古镇周村有着天下第一村的美誉，繁盛的商贸活动衍生出特色周村美食煮锅。它和周村这个商埠很有渊源。你像上百年以前，周村繁华的时候，推车的、赶脚的来到周村，冷了，它需要吃热的食物，所以就出现了煮锅这种小吃了。丁宏伟在古城经营煮锅店已有30几年，这座历经数百年风云、依旧保留完好的古城，承载着丁师傅对煮锅的匠心。煮锅食材一般为肉丸、豆腐、肥肠、高汤煮熟分食，肉丝搭配笋丝、木耳，团成团挂糊炸熟。一个合格的煮锅肉丸需要复炸2次，以达到表皮酥脆、内底鲜嫩的需求。炸好的豆腐久煮不易破碎，且豆腐特殊的质地可以有效吸收煮锅的汤汁。以猪骨和母鸡熬汤，高汤鲜美滋补。食材入锅，宾客入座，南来北往、熟悉陌生的都可以围坐在一起。大锅高汤沸腾，掌刀人熟练地捡起各类食材，切碎送入食客锅中。挺好吃的，很鲜，咬了一口爆汁的感觉，就是汁水充满在口腔里。碗里的，看到锅里的，认识不认识的都可以做成一块，聊着聊着啊，又像一家人似的，就等于是他见证了大街的这么多年以来欣欣向荣、兴旺的这个过程。以食会友，已然超脱食材本身的属性。沸腾的煮锅温暖着八方来客，热闹的古城大街承载着世事变迁。对于外人来说，他们来到大街一看，保持那么完整的一条活着的商业街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，这就是从小来这见证大街发展家的味道。这根就像生长在这古商城里面。村南下，淄博博山，这里的人们自古善于烹饪，炸酥烩三大邪典，衍生出数量庞杂的菜品。而最为博山人推崇的，则是近乎神圣的博山酥锅。
她的戴皮肤火很漂亮。制作酥锅工艺简单，流程复杂，白菜、海带切块，莲藕切片，猪蹄、五花肉切块，鲅鱼切断油炸，藕片垫底防止粘锅，大片白菜围着锅边依次码放，剩余食材分批填入其中。好嘞，那咱就开始放桌上开始制作，柴火桌上一做五六就烧坏。食性不同，味道各异的原料，在文火加热和调味料的拿捏下，味道释放融合，从单一口味渐渐转化为复合香味。长时间如果制作，味道才能融合一起吃。比如说就素锅，就是说把里头的猪蹄里头的骨头的，是吧？把鱼那骨头的叫素的，所以就把它素锅。慢慢酥，让时间给出最终的答案。肉肥而不腻，鱼酥而不焦，一口酥锅充盈食材混合的味道，菜中有肉味，肉中有菜味，老少皆宜。酥锅来了，尝尝这肉酥锅好吃不啊？仅用三荤三素，酥挑出独特的风味，看似随意的品相，舒展着好客山东的豪爽与洒脱。博山菜系博大精深，除了菜品本身的多样，也体现着地域文化特征。山东人重礼，礼仪之邦的美誉在博山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间，还体现在餐饮美食中。博山四子席便是其中的代表。观众啊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一次呢，咱想换一下咱这个餐具啊。嗯嗯、我想呢，就是尽可能的，就是用这种青瓷。我们将来以后把这些呢变化成类似的，你像梅兰竹菊啊，或者等等其他的这些。这不就讲了美食不如美器，美器不如美地吗？淄博陶瓷历史悠久，有瓷都美誉，一代代能工巧匠把泥坯塑成千姿百态，在土与火的淬炼中凝练美器，在气与石的碰撞里传递温情。相比于对美器的执着，王鹏对美食的要求也极为严苛。富贵牡丹虾考验了厨师傅塑形装摆的功力，鲜虾去壳，拍打成薄片，适量淀粉的加入起到粘连的作用，成型的虾片薄如蝉翼，热水汆烫即熟。虾片折叠塑形，装摆成牡丹的造型，形象逼真，菜品精致。品尝美味的同时，仿佛置身牡丹丛中，口腹欢愉，赏心悦目。以豆腐为香，装满珍馐，开箱取宝，豆腐纳香。博山豆腐香，荤素搭配，口感细腻。这是道既有故事又进过宫廷还广泛传播的菜肴，以及博山原创和极具宫廷相，成为博山菜的典型代表，同时也是四四席大件菜之一。金黄的豆腐香搭配青釉瓷盘，点缀梅兰竹菊，形意间尽显意境之美。为表谢意，王鹏请来陶瓷师傅
共享四四席。那套梅兰竹菊的牌子，用到我们四四席的美器当中呢，真的是恰到好处。四四席菜品以四样为一组，正席前有玉席，十六样小食供客人垫付，以四凉菜开席，之后是四大件、四行件，菜品可以根据时令和主题变化。来，冯师傅，敬茶您呢？是。来，品佳肴，行古礼。宴席间，菜品与礼仪的相辅相成、交互融合，才是四四席的真谛。举杯，啊，祝大家伙啊身体健康，吉祥如意啊！美食因气而绽放，美器因食而多姿。八仙桌上，美食和美器完美匹配，完成了菜品和宴席的审美理解和文化指向。百年商埠发展，来往商贾士绅，带来有别于鲁菜的美食技法和工艺。以鲁菜为基础，坚持传统又拥抱变革，兼容并包中，商铺菜得以发扬传承。金汤素宴，借鉴粤菜鼎汤制作工艺，水蒸气催熟食材，营养溶于水中，汤鲜唯美。八宝布袋鸡，考验厨师刀工，整鸡取骨而鸡皮不破，以整皮为口袋，填进馅料蒸制，菜品醇香鲜嫩，垮炖食材挂糊油炸，再加汤炖煮的烹饪方式，馅料横跨四方，在一锅高汤中团成一道大餐，内外合璧，南北皆宜。绵延的鲁商文化滋养城市变迁，以汉码头为底蕴的商埠菜，在今天的鲁菜宴席中依旧讲述着古老的故事。无论市井小摊或高阁雅席，无论简短快捷或工艺繁琐，一城烟火，半世滋味。百年商埠演变发展，造就淄博人勤劳踏实、诚信仁义的品质。款款美食，历久弥新，笑迎八方来客，佐证了山东人崇礼好客的文化底蕴。Thank you.